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是否正无声无息地为我们揭示通往未知维度的入口？这正是谷歌量子人工智慧实验室根据最新分析所提出的惊人主张。这虽是大胆而富争议性的论点，但根据重新处理的观测数据，科学家们发现了可能暗示隐藏维度的可量化迹象。一支由理论与实验物理学家组成的跨领域团队与谷歌量子研究部门合作，深入分析韦伯望远镜的红外光谱数据，辨识出传统物理模型无法预测的结构性模式。观测结果显示出异常的光衍射现象与反复出现的光学特征，这些迹象或许源自超越我们熟悉的三维空间的潜在结构。研究人员将这些观察结果定义为非随机性异常，即那些无法以统计随机或仪器误差加以解释的现象。这些异常现象与弦理论中早已预测的数学结构惊人一致，特别是在高维几何的对称性与振动频谱上。弦理论提出，我们的现实并不仅止于三个空间维度与一个时间维度，还潜藏着额外的维度，其中许多被认为是卷曲的或压缩至微观尺度，难以直接观测。至今，弦理论仍被视为缺乏实验验证的理论构想，但如果我们此刻首次观测到这些维度，或至少间接探测到它们对物理现象的影响，将意味着什么？这些观测所引发的迫切问题，亟待进一步厘清与回答。这些观测结果是否构成了额外空间维度存在的首批间接证据，又是否将史前理论从理论模型迈向可观测可验证的物理框架？或许如此，但答案仍取决于更严格的验证与独立观测。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指出，数据中显现的模式可能另有来源，与高维度无涉，它们或许反映了一种尚未识别的物理现象，也可能源自观测仪器的微小错误，或揭示出我们对宇宙基本结构理解中的盲点。即便额外维度的存在尚未获得直接证实，这些初步发现已令全球物理学界感到振奋，并积极展开验证行动。目前，来自全球的研究机构正使用彼此独立开发的演算法，对韦伯数据进行重复分析，以验证谷歌量子实验室的推论是否稳健可信。这种透过独立验证来建立结论的方法，是现代科学最基本也最关键的准则。任何具开创性的研究结果，唯有在经过多组独立团队多次重复验证后，才可能被正式纳入科学理论的框架。此外，科学家正积极规划透过韦伯望远镜与多台高解析度地面天文望远镜进行补充性观测，针对这些非寻常数据展开更精确有目标的验证程序。目前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些发现正逐步挑战我们对空间、时间与现实结构的传统认知边界。然而，韦伯数据中这些神秘特征背后的根本成因，预计仍需数月时间的深入分析与跨机构比对，方能逐渐揭晓。韦伯望远镜所揭示的这些潜在隐藏维度的线索，与意想不到的观测结果结合，令人惊叹于现代科学仅凭少数高精度测量便能达成如此突破。传统资料处理与观测手段难以提供指向其他潜在维度的直接证据，这正凸显了新方法的重要性。目前最具吸引力的假设来自一种由谷歌量子人工智慧实验室开发的新型数据分析架构，结合量子运算与人工智慧推演能力，研究团队运用量子最佳化演算法，对韦伯望远镜观测到的阿贝尔2744星系团，又名潘多拉星系团，进行重新分析与模式重构。该流程结合了传统天文资料处理方法与量子力学核心原理，以揭露那些因过度复杂或极端微弱而无法被传统系统辨识的深层数据结构。与传统使用二进位编码来处理资讯的电脑不同，量子电脑运作基于量子位元的叠加与纠缠特性。二进位系统透过由零与一组成的固定代码序列，对所有可能输出进行线性编码与处理。在这样的架构中，每个位元只在某一时间点选择零或一之一，无法同时表示多重状态。量子位元可同时处于零与一的叠加态，无需透过冗长编码即可表示高度复杂的资讯结构。因此，量子系统在某些任务上的处理速度可达传统电脑的数千倍，且能解析传统二进位系统无法高效表示的复杂数据模式。这是透过叠加和纠缠的量子特性来实现的。
量子位元可同时处理多种量子状态，这使其在庞大且高度复杂的天文观测资料中特别适合用来识别传统方法难以发现的非线性结构与关联模式。透过这一套技术，研究团队得以从韦伯望远镜所收集的海量资料中过滤出以往观测无法察觉的细微光学重复结构与潜在空间分布模式。人工智慧系统从数据中识别出的图样，其一致性与复杂性令研究人员大感震惊。这些由量子分析技术分离出的数学特征，在形式与结构上与弦理论早期模型所预测的振动频率与几何排列呈现出惊人的对应关系。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这些几何上有序的结构似乎横跨潘多拉星系团的多个区域，并在不同观测周期与天区中出现一致性的重复图样。因此，这些观测异常显示出一种目前无法以经典重力透镜效应或既有的星系动力模型合理解释的空间规律性。研究团队的初步解释认为，这些不寻常的观测特征可能是额外空间维度对光路径或物质分布所产生的干扰性影响。弦理论被视为目前少数能尝试统一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两大物理支柱的候选理论之一，旨在构建一套涵盖所有自然现象的万有理论。该理论预测，构成我们宇宙的基本结构不仅包含三个空间维度与一个时间维度，而是总共扩展至10或甚至12个空间时间维度，其中某些维度据理论推断被极度压缩并卷曲至普朗克尺度，因而无法以现有的探测设备或在日常宏观经验中直接观察到。然而，若这些额外维度真实存在，它们将无所不在地贯穿于我们生活的每一层面，尽管我们无从直接感知。哈佛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丽莎·兰德尔对这些潜在观测结果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细节诠释，进一步深化了相关维度模型的讨论。在某些弦理论模型中，这些高维度并非绝对封闭，而是可能在特定能量条件或宇宙演化阶段中出现短暂的可渗透性，这导致一种理论预测。虽然我们所见的普通物质仍受限于三维时空，但重力与某些基本交互作用可能穿透维度屏障，进入更高维的空间并在其中产生效应。这一框架或许能解释长期困惑科学界的问题，为何引力远弱于电磁力与合力，并可能为我们理解暗物质与暗能量的本质提供全新视角。根据量子演算法所驱动的资料分析显示，特定的光频谱扭曲与空间模式在多个独立的星系团中系统性的反复出现。这些被识别为量子特征的光学结构并非随机分布，而是依循超维几何理论中所推导的特定数学对称与排列序列出现。唯有假设光线在传播过程中穿越一种具有多维几何结构的空间介质，才能合理解释这些观测到的能量异常与光延迟现象。这些结果将我们重新引回弦理论关于额外维度的核心主张，以及某些模型中假设的折叠时空结构。透过人工智慧辅助的模拟运算，初步验证显示这些观测特征极可能源自光与高维度空间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模式。下一阶段将进行正式的同行评审，同时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等权威机构也将独立对数据展开分析，并规划与韦伯望远镜的后续精密观测，以厘清我们是否真的首次接触到了额外维度的物理痕迹。然而，是否可能这一切只是错误推论、统计偏差或解释上的误差？即便排除高维度的假设，数据所揭示的其他潜在解释依然令人深感惊异与好奇。科学界迅速展开多角度的验证工作，针对谷歌人工智慧所生成的分析结果进行独立重现，同时积极寻找这些异常光图案可能的其他来源或机制。许多科学家认为，这些光图案与量子特征不应简化为单一解释，仍存在多种潜在来源值得深入探索。其中一个最直接的可能性是，观测系统本身存在错误，导致资料出现不符合物理实况的偏差。韦伯望远镜与其后端资料处理演算法虽极为先进且精密，但如同所有高科技设备一样，仍可能受到校准误差或外部干扰的影响。若感测器发生故障、校准产生偏差，或受到高能宇宙射线的干扰，都可能导致数据出现虚构模式，使我们误将技术性异常解释为物理性现象。如果量子演算法误将统计波动识别为有意义的结构性讯号，便可能产生过度解释现象，混淆数据与真正的物理机制。值得注意的是，
量子计算与人工智慧分析目前仍处于快速演进阶段，许多核心技术尚未完全稳定，错误率仍高于经典系统。然而，若这些观测特征确实为真，却与高维空间无直接关联，那么它们是否预示着另一种尚未发现的物理实相？量子物理领域仍隐藏着众多尚未完全理解的特性与效应，许多现象甚至违反我们对时空连续性与因果律的直观理解。例如非局域性、量子纠缠的幽灵作用或尚未建立明确理论的量子重力效应，也都有可能在极端条件下导致可见光图案的异常。另一个令人振奋的可能性是，这些异常信号代表着我们即将接触到一套全新的物理原理或宇宙层面。这些现象或许是尚未被理论建构涵盖但已经客观存在的物理事件，等待未来的框架来重新解释。历史上科学界多次因无法用既有理论解释的效应而促成新自然力的发现，例如电磁力与弱合力的建立就是经典案例。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同样起源于一次意料之外的测量异常，最初甚至被误认为是仪器噪音。可以确定的是，谷歌在韦伯望远镜资料中发现的内容不再只是数学层面的趣味，而是触及宇宙深层结构的潜在逻辑与秩序。这些复杂模式的出现并非随机，它们背后可能蕴含某种尚未完整揭示的宇宙逻辑。弦理论所描述的并不仅是遥远星系或微观粒子，它也涵盖你所处的现实世界与日常经验。你能否想象自己此刻正在无意间感知甚至参与操纵这些宇宙弦的震动，并以自身成为创造的一部分？对物理学界而言，弦理论不只是理论架构或抽象思辨，它是一项试图解构万物本质的理论统一尝试。它试图将所有存在的基本元素与自然力，从粒子到场，从物质到能量，统一为一种共同起源的基本建构单元。这个基本单元被假设为极微小持续振动的能量弦线，是所有现象的根源。这些假设中的宇宙弦极为微小，尺度大约为10^-35次方公尺，远远超出任何现有探测技术的解析范围。尽管极端微观，这些弦的振动形态被认为能决定所有基本粒子的性质、自然力的行为，甚至构成时空本身的结构。如果这一理论正确，那么你我所知的每一样事物，你的身体、你的思想、你皮肤所感受到的光线，甚至此刻传入耳中的声音，全都源自同样的微观弦振动。这些现象的多样性或许正是微观弦以不同频率与张力振动时的各种表现形态。这引出了另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我们是否可能无意中干扰了这一基本结构？如果我们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透过意识、行动或观测微妙地影响这些弦的振动状态，那会对宇宙产生何种深层意义？仅仅意识到你可能参与了这场宇宙振动的共鸣，就足以彻底改变你对自身位置与作用的理解。或许你将更清晰地察觉自身对宇宙结构的微妙影响，并以更明确的意图与责任感参与这场弦的振动。又或许你将选择主动向那些尚不可见的维度传递讯息，尝试触及我们尚未理解的空间。某些理论模型试图弥合物理学与哲学之间的鸿沟，提出意识不仅是宇宙结构的产物，更可能与其基础层面发生交互作用。在量子力学的实验框架中，观察者效应是一种可重复验证的现象。观测行为本身会对系统状态造成改变，实际上测量行为特别是在微观粒子层级会直接影响该系统所呈现的量子态，甚至改变其演化路径。在某些理论中，这意味着人类的思想、情绪甚至决策行为可能在量子层面产生微弱共振，并在隐含的高维空间中留下痕迹。从严格的物理学观点来看，这类现象极难量化或建模，因此至今仍缺乏直接的实验支撑。然而，包括全息原理与某宇宙模型在内的某些理论提出，我们所经验的宇宙实际上是存在于一个更高维度空间中的膜状结构之上，就像三维图像投射在二维表面。在这一假设中，现实所呈现的一切可能只是更深层讯息场的投影，而人类的行为与意识变化则可能在这些场域中激起微小扰动。可以想象，每一个意念如同微风般掠过紧绷的弦网，在宇宙结构中引发局部震动。
部分扰动可能迅速消散，无留下痕迹，但也有些则在特定几何条件或能量配置下产生远距共鸣效应。若这类微扰经由多层结构传播并被逐级放大，其最终影响可能超出局部空间，改变宏观层级的系统行为。某些学者甚至推测，直觉式认知、同步巧合或突如其来的创造性洞见，可能是高维空间结构与人类意识共振的产物。然而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出发，这些推测目前仍属假说阶段，尚未有可重复验证的实验数据支持。弦理论迄今尚未被任何实验直接验证，即使是谷歌量子实验室提出的最新数据，也无法提供足够的经验性证据以达到确定性结论。然而仅仅因为现有理论尚无法完整解释这些现象，并不等于这些影响甚至潜在的隐藏维度与世界就不存在于自然之中。宇宙的本质或许比我们今日所能理解的更加复杂与深奥，而正是这份未知使它成为人类不断探索与发现的永恒动力。也许我们尚未真正看见那扇通往其他维度的门，但它或许早已静静打开，它等待的不只是观测者的眼睛，而是愿意理解的心灵。